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服部骚道喜三国杀，我是服部骚道喜。今天我们是国战经典组合介绍的第四期，今天我们介绍一对蜀国的组合连环月，这是我认为的蜀国最强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黄月英和庞统分别代表了蜀国在进攻端和防御端最高的水准。黄月英是蜀国和额内能力最强的武将，他的爆发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而庞统呢，则代表了蜀国乃至全国战最优秀的防御力，他也是全国战最优秀的饱和武将，没有之一，他就是最优秀的饱和武将。因为他的这个涅槃不同于其他的防御技，比如说不屈这个防御技，虽然能够让你不死，但是你一旦进入不屈以后，你的生命也，你的这个状态也不会太好了。而涅槃呢，则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常常你把他打得已经一滴血快不行了，结果一个涅槃又重新回复到满血满牌的状态，给了我们一个第二次选择的机会。而往往你涅槃的时候，其他人的状态都已经很差，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旦涅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么黄英庞统具体来说这个组合强在哪里呢？首先自然是强强联手，这个本身的强度就是非常可观的。此外，黄英庞统这两个武将本身的相性也是非常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庞统的涅槃跟月英的相性。我们说过，这个月英是个很强的额内能力武将，这种武将只要能够活下来，在后期就会有非常好的发挥。而涅槃的存在能够保证我们月英的防御力，像月英这种武将只要能活下来，后面就不愁没有发挥。另外就是由于有涅槃的存在，我们对这个生命也就更有保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就可以更加大胆的进行续爆，不用过于担心手牌的两杀一闪怎么样，对吧？因为有庞统在，生命的话问题不会太大，所以就可以考虑有时候去续爆一些关键牌，像远将进攻、无知胜友、一大牢或者射手青阳这样子的牌，这些牌的残局都会非常非常的有用，有助于黄英的爆发。此外呢，涅槃以后摸着三张新牌也能够跟黄英形成一个小爆发。那么这是第一点，涅槃跟月英的这个配合。第二点是连环这个技能带来的过牌跟月英是有配合的。我们知道连环是一个很微小的过牌技，如果是一个单庞统的话，连环这个技能带来的过牌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知道黄英这个武将很容易爆发，然后摸很多牌，那么大量的废牌中就有四分之一都是梅花牌，这些牌月英可以把它们换掉，然后形成一波新的过牌，然后乃至新的爆发，这使得月英庞统的过牌量更大，而它的这个爆发自然会更强。那么第三点就是连环这个技能本身当铁锁连环，这个使用对黄英来讲也是一个好的相性。为什么呢？这个铁锁连环呢，给了月英实现额外输出的可能。我们知道月英能够摸很多牌，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牌转化成伤害，然后造成敌方的减员，进而使得我们进入一个优势乃至单挑或者清选场。因此能够把手牌转化成输出的武将都跟月英有很好的配合，比如说卧龙诸葛亮，比如说张飞，以及我们的庞统，都是这样子的武将。卧龙可以通过火攻来清场，张飞也可以通过大量的杀来清场，而庞统呢则可以通过不断的铁锁连环，然后月英过一个九火杀或者火攻来完成一个大型伤害。好的，那么具体来看各个维度上这个组合的发挥如何呢？首先爆发毫无疑问这个组合绝对是满分，这个不用多讲了。防御由于有庞统存在也是满分。那么嘲讽上来看，实际上我觉得庞统在国战环境中目前的嘲讽确实不算高，嘲讽给个四分的原因，没有给满分的原因，是因为月英这个武将的嘲讽还是存在的。但是月英的嘲讽虽然高，对于连环月这个组合，我认为目前的这个路人环境对他们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组合的恐怖之处。那么单挑的话，由于这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相性的，所以虽然不是顶级单挑组合，但也不会太差。因为这个庞统的额外过牌能够跟月英形成爆发，这样的话他的过牌虽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数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最后团战，我们经常说，我这里这个团战指的是假如你是一个蜀国人，你敢不敢跟他进入一个二打二，跟他组队进二打二，你有没有把握？那我觉得月英庞统这种组合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对不对？他的缺点在于这个过牌不稳定，但是他过牌总体来讲还是很可观的，所以能够评个四分左右。当然了，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参考，绝不是说我们根据这个总分，这个分加起来然后评定这个组合的强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各个这个维度的权重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如果爆发和防御足够好，那么其他几个再低一点，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是个非常非常强的组合，对吧？好的，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具体通过几个录像来看一看连环月这个组合的发挥吧。好，那么我们看第一则录像。
这外面有点吵，我们把这个窗户关。好，那么第一曲录像，选项框里这个乐音庞统、乐音姜维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啊，这个叫做师傅不在家组合。这个组合的话有一个类似于那个大月亮的一个作用，比大月亮弱的一点在于它不能够有珠联璧合的那波爆发，但是优于大月亮的一点在于姜维的挑衅是很有用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合格内的技能，是吧？那么共同点就是都可以通过这个给黄二英找到更多锦囊，或者通过官邸来促进黄二英的爆发。那么庞统黄二英，我觉得这个强度还是明显高于其他所有组合，所以我们选这个莲花月。好，那么其实手牌的话稍微换一下，毕竟这个五号位还是有点贪，但是换来换去还是两张杀，换到第三次有两个杀，第四次就不要换了，因为第四次很有可能再换到比如说四个基本牌、四个那个锦囊牌或者四个双面牌，然后这个你换不了了，那很可能随时就被打残，所以我觉得两个杀咱们就满足了，是吧？毕竟还有个决斗呢。那么就有人上来顺我说个决斗，希望你不要逗我，逗我就打你。说了个吕布，那也不错，你帮我把决斗用了也可以，反正这个决斗我也不想用，是吧？希望能来一张闪吧，没有闪的要抓藤甲，反正因为我们这个合格外能不掉血将不掉血，因为你装了一个藤甲以后，你的手牌就可以进行自由的续爆了，你就很多时候就不需要流沙了，这也是特别好的。当然你可能说这个装藤甲有时候会被敌人打，所以这个看你的环境吧，我觉得我所在这个环境还好，大家对藤甲并没有特别刻骨的这么一个仇恨，所以我觉得装藤甲还是可以的。这边是我火树哥，感觉他要死了，他如果不死总感觉他要火攻我，是吧？不过呢这个银狼文丑出来了，他应该会打军雄。那么这里出来一个周瑜啊，这里开个南门入侵，我们这里的话卧龙要死了的感觉。那么注意刚才这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杀了一下这个诸葛的，就是在已经有吕布的情况下还是杀诸葛，让我感觉你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群雄，是吧？当然这个不能打包票了。好，那么这里也是一个这个飞群，不错。我这一支笔看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将要打我们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亮将了啊。这个时候但是呢不用急，因为我们这个人在魂关内亮将是很容易的，所以待会儿也不一定要非要上来就双亮，可以先过下牌，先根据我们的手牌再来具体的决定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加上核弹后也快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出来应该是有收益的啊。那么这个出来一个荀彧，好，到我们的回合。那么你看怪兽比的九杀，所以这时候可以把他们连上，直接一个九雷杀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群雄嘛，对吧？那么九雷杀，那么他救一下，但是呢一个救不回来呀。那这样的话来个云妖进攻，我们这个就很可能形成一个很恐怖的爆发了，是吧？好的，那么继续连先火攻，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是先连好一点呢？当然可能是不知道连谁，是吧？我们只是想把这个人给搞死。那么行吧，开个万箭，这里就是个周泰，挺讨厌的。实际上我想顺便把他带走的，结果没想到是个周泰。这边出个邓艾，感觉这个人也随时可以打死。那么这里还是想给我们找桃子嘛，对不对？找不到桃子那就算了，过吧。这边出来很恐怖的袁绍董卓，幸亏被乐了。击鼓于此，以至四方。我们挺希望有人把这个邓艾给解决掉的，不然这两张填的后面非常非常讨厌，他待会儿随时顺个藤甲他就把血回下来了，所以这里希望有人能够比如说随便开个 AOE 把邓艾给弄死，但是那个周瑜并没有开 AOE。 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桃子也就过了，什么事都没做，那感觉邓艾要回血了，挺开心的。他不去顺这个藤甲，那么这里袁绍应该是死掉了，这样的话进入一个很均衡的局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自然就慢慢的看戏就可以了，什么事都不用做。这种情况你就先聊者见，上来就惹人的人就容易被打，所以我们就还是不要惹事情就好了。那么顺手擒安可以留在手里，只要吕布不杀我们，这一个闪是够用的一般。好，没有人打我们可以，然后这个人跑过来打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了。我们老说压暗压暗，到底什么时候该压暗？这种时候才是真正的该压制暗将，因为这是个均衡局，并且暗将不是我们这一方，并且暗将对我很有敌意，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打这个暗将了，往死里打，对吧？那么顺他可以先把他武器送过来，免得他再把巨来搞我们一个火攻，也没想到火攻中，没想到真火攻中了，那我们就继续火攻他，因为闪要留在手里面，这个时候肯定，对吧？然后吃个桃子过，你看这是就是打我们的后果，对不对？敢打我那都别赢。那么周瑜这里跑过来打我们了，吕布这里给了一个无限，可能吕布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无果，对吧？
那么是不是呢？果然是一个无果，甘宁瞬间这里去选择给周瑜补牌，那你这还打全世界吗？难道他给邓艾回血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给邓艾回血，你觉得邓艾就不会杀你了吗？实际上如果我是邓艾，这个时候还真不一定去杀无果。如果你觉得二打二能赢的话，因为这个邓艾无论跟我们谁进一个二打二都很有可能会绑架我，对吧？当然邓艾并没有这么想，所以这甘宁也是打法颇为滑稽啊，他跑过来去给邓艾回血，然后邓艾并不理他，他的意思就是我很强，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我们这里很简单，表明一个态度，你打我我就打你，敢打我们都不要赢，表现出这么一个狠劲儿，这个在平衡局是很重要的，这样别人就不太敢来打我们。如果你这里表现得唯唯诺诺，很可能对面就打来非常用力的打我们了。而这个吕布呢，当了一回圣母跑过来要给我们打不懈，那你自然会引起周瑜更大的仇视，对不对？那么这里还要去惹这个魏国，那现在看来似乎就不知不觉形成了这两个人一对，这两个人一对这样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一定要非常非常清醒，不要就这个带把自我带入过强，不要就觉得好像自己真的就跟吕布一对的，不是这样的，该收就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不能把邓艾打死，跟他进入一个单挑，因为我们是个还没有涅槃的黄仁英，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中场应该是很有机会进单挑了，对吧？所以我们想先打死一个人，那么显然这个时候觉得打死邓艾更有机会。那么金锁莲华这里再拆一下这个周瑜的手牌，然后一个支持比看下周瑜，就发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有桃子可能会大一点，就他没有桃子，那这个时候就一个九阴杀争取带走这个邓艾就可以了。那么邓艾逃一下，那么一般也就留一个桃子，对不对？因为他就一滴血刚才，还要杀比较久，我还要杀，已经扔牌了，对吧？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张牌仍然是一个桃子，那这个时候这个局面就非常非常不妙了。我们这里实在是没有输出了，那就只能过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两个人一起打我们啊，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云霄巨弓就给他打不过去，这个云霄巨弓是不能让他用出来的，不然的话这个护牌太多了。不过这个邓艾说实话六张牌也很有可能就横扫一切了，所以挺难受的。不过还好你看我们有庞统在，所以他即使把我们顺光他也很难把我们怎么样，是吧？开个南柔金也能压周瑜的血，我就挺好的。哎呦，还打不懈，看来是想表明一个跟周瑜一起合作打我的态度。结果呢，你这要去顺周瑜，你说这是何必呢？你看，还给顺光了。那我觉得你前面给周瑜积累的所有好印象都付诸东流了，对吧？人们以往往往都会只会记忆住那个离你最近的那个事情，对不对？他不会记得你前面帮他打无懈，他只记得了你把这个桃子拿走，你把你他的八卦阵拿走，所以周瑜待会儿并不会给你好脸色看。那么我们这时候肯定看清楚了，这个邓艾就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所以我们打他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周瑜这里选择看戏，至少他这个已经不打我们了，那就不错，对吧？那么他把我们打的涅槃，哎呀，这个手牌好可惜啊，因为两个田，我觉得要把他弄走。这个牌如果我们能爆发一轮，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有机会的，太可惜了。那又说我们一下，这个邓艾手牌确实好，但是你邓艾这里打的越招摇，这里周瑜就会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吧？那么打个无懈，我们继续打一个无懈，过牌。那么这个正常也没办法呀，把这个一过。那么接下来说的这个闪还是不要杀到了，不要送他田，没必要，是吧？这里如果想把他打死，需要周瑜帮忙去反间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可能周瑜，哎，你看我们这牌又来变差了，他还问周瑜继续看戏，周瑜不看戏难道打你吗？这个邓艾也是特别的可爱啊。那么两个田，一个田，我觉得这个时候，哎，冰上，那这个冰还不错，因为我这两个手牌给他拿了也不怕，是吧？周瑜继续在这个休息，那么看邓艾这里，这个冰脚不过就可以，那顺我并不怕。好，那这个地方可以考虑把这个能不能把八卦阵给顺过来啊，顺手牌了，想打死他了，一个南蛮一个杀。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想打死他还是很难的，这里千万不要说连周瑜打他，这个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让周瑜不要打我们了，你这里去连周瑜打他，打不死怎么办？而且周瑜一定会来打我们，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周瑜至少不会打我们了，但是呢他也没有去打邓艾，哎呀，特别的焦躁，你什么时候能帮帮忙呢？毕竟这个邓艾真的是挺强的，对不对？那么哎，这一下我觉得就是敲响他的丧钟了，你这里既然试图一打二，我可能打不死你，但是周瑜的反间想搞死你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对吧？你看周瑜坐不住了，一个火攻，我就不信你这里还有东西，对不对？他还骂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哈。等一下，我们虽然现在只有一滴血，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是黄仁英啊，我想起来分分钟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你看我只要能随便过一个过牌型锦囊，那么后面就可以依靠我们的连环进行源源不断的过牌，对不对？那么甘宁似乎这也是非常非常生气，这局甘宁就一直想打我们，但是呢似乎又让你失望了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
再把它这个乐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轻松了。你看我们瞬间就这个状态就起来了。当然了，还没有回满血不开心，这个乐只要乐住，我们优势就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三个不去，随时可以把他打死。先杀，杀不死的话，再去开这个桃园，然后再继续过一下牌，过到一张。那没有算了，不要紧，这个时候就已经基本上赢了，因为这个时候周瑜很难把我们怎么样了。你即使每轮反间我，我光靠平砍，我觉得我也能有机会把你砍死，是吧？然后这里又来一个决斗，这个黄莺的过牌确实非常可怕，可以把结印码拆掉，这时候我觉得。好，那这个五个不屈还不死吗？对吧？应该打死了，比较正常的，对不对？甘宁也是。不知道他现在作何感想啊，所以这局看到我们这个黄儿英这个组合真的是随时说爆就爆，原地起爆能特别强。他即使前面爆发收人头，试图收人头失败了，但是后期就靠裸摸的两张牌也随时能够打出一个很可怕的输出，对吧？那么也看到了庞统这个武将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庞统，我们可能早就被这个邓艾给打死了。此外就是看到庞统连环这局，我觉得也是很有发挥的。这局的连环主要发挥是什么呢？主要发挥是那个过牌的作用。我们只要有一个无中生有或陨药进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连环过出源源不断的牌，也有了更多的锦囊，最终能让我们状态回满，还能对敌方进行一个很有效的打击。这就是这个组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发挥。那么下一局我们来重点看一看连环的这个大伤害属性带来的这个作用。这局悬将光有邓艾郭嘉号称这个最强绑架手的这个组合，不过呢他再强他也是个不动白，对不对？虽然是个非常非常顶级的不动白，而月英庞统是一个能够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武将，所以我们还是会选这个月英庞统，这个手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留闪了，有装备是最好的，这里没有装备的话那就过吧。到目前为止这个场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直到这一刻这个人说了一句奇迹时刻到来，准备好了吗？那么我的涅槃应该是准备好的，我涅槃这里已经预亮了，对吧？赶紧来吧。当然呢还是希望有个人帮我忙，哎，司马懿来了，那我觉得这个袁绍只要不是前锋，那他这个可能就翻不了天，是吧？那么继续 A，在 A 我们要涅槃了，所以希望司马懿这里偷一张牌，这样的话让袁绍两张牌，两张牌多半就很难很难射出来了，是吧？那么袁绍要一起，那么一个离间，可以压制一下这个魏鬼，挺好的。那么我觉得这你就射不出来了，是吧？这两张你要还能射出来，你运气太好了。OK， 那么袁绍自己的这个奇迹时刻啊，看来似乎是这个结束了啊。那么亮出一个孙坚，不知道为什么就给这个人补牌，他怎么这么自信呢？觉得三不卖一定是吴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好吧，那么不管，我们看我们这里怎么打。我们待会儿肯定是要亮将了，对不对？亮将以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势，我们放一个这个温剑奇葩，应该是能收到很多人头的啊。当然，这里亮将的最主要原因倒不是收人头，这里亮将是为了回血，对不对？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大过牌回血。即使你是庞统，长期保持一滴血的状态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你随时能够涅槃。我还是想把涅槃放到后期用，而不是早早的用掉，对不对？那么这里赤壁记看了我一个庞统，然后呢没有杀我。那我只能是感谢你了。那么这里还是先亮一个庞统把牌过一过，那么这里亮月鹰，反正那么闪电和冰凉村可以丢了，开个南楼心试试水，看能打死几个人啊。然后这个李典打个无懈，打个反无懈，然后李典还骂我们，至于吗？我也觉得你很奇怪，你至于吗？你给他打无懈我反无懈，你管个什么，对不对？不知道这李典想什么，给他打无懈我打个反无懈，李典又跟他打反无懈，然后还问我至于吗？有点挺可爱的啊。那么我们这里就开一个无中生有，那么这个时候看到袁绍有个藤甲怎能不动心呢，对不对？哎，火攻来了，那么争取把再连一个，把这个人连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火攻这个袁绍，对不对？那火攻袁绍的话他没有牌呀，所以可以通过这个五风灯来完成。我们把这个桃子给拿走，这里不要给他们桃子了，然后他拿了个黑桃，所以火攻袁绍，袁绍就可以了。这不知道在想什么，为什么不火攻袁绍呢？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你说你火攻袁绍，不火攻袁绍，怕这个人是个蜀国吗？不存在的，这个地方绝对是跟火攻袁绍，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这个是个绝对错误的打法，对吧？当然了，咱们这个组合爆发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容错率还比较高。那么再看看南门肉亲，似乎仍然的收人。那看来孙坚前面还给对了，确实这里是一个那个什么，是一个吴国。不要紧，我们再来一遍，对吧？因为袁绍这里是个手里不是闪，所以这样打去的话，应该这三个人都死了。司马懿也死掉了 ，OK， 那么孙坚这里也死了。
但是呢比较尴尬的是我们语言进攻用不了了。那么这里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把绝对把打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单挑的话，我觉得我们连环月打多数组合单挑还是比较这个有机会的，不过我们这里还没有涅槃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多数组合都改进单挑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跟他进单挑吧。出了一个甘宁啊，甘宁把我们拆光了，看来原来进攻白攒了呀。那么杀他一刀吧。实际上这时候附件还不亮，让我感觉有可能是一个周泰了。比较开心的是这里肯定不会是孙权了，对吧？孙权一个早亮，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是个周泰。哎，你看这个涅槃的作用多关键，对不对？让我们又能够满血的出现在他面前。那么一个南蛮，然后再拆一下，多过一点牌嘛，再换一下牌，争取来个装备。好，来个这个寒冰剑呢，用处不是太大呀，因为甘宁每回基本上手里都没牌了。甘宁这时候说了一句经典论断：“你打不过我的啊，不知道什么自信。”这个亮出一个周泰，觉得我们打不过他。嗯，是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呢，还是太看不起我们黄莺了呢？并不知道。那么决斗他一下。再一个乐住，我觉得好像我们一直占据牢牢的优势啊，不知道这甘宁是何出此言呢？那么这个乐住了，看来这一轮很有希望把他打进不去，好吧，当我没说。开始拆了，是个桃子，这样又回到两滴血了，不开心。那么我们装个加一马过，这里长期摸摸的杀也是很尴尬，但是呢，我觉得甘宁短时间内也很难打破我的防御，所以我还是不是特别甘心。而且我相信我们随时可能会摸到，你看。无数射手这种牌，只要摸一次，我们说了，利用庞统的这个连环，那这个过牌量就是大大的，是吧？看这一轮过的牌好像没什么用啊，我们稍微放快点。好，这时候来个冰川村段，这是个好牌，因为盖影刚才没拆，所以现在手里应该是两张红牌，很有可能两张闪，对吧？那么来一个这个云阳军工，杀他一刀。啊，又没什么事情可以做，这个白银狮子就不要换了，我们尽量把我们装备给搞满，这样的话甘宁想把我们拆光就更加费力了，对不对？那么来了个神器双股剑，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双股剑说实话也是个一次性的双股剑，马上就被拆掉了。那么甘宁现在还是两滴血，挺厉害的，不要紧。这个一大佬来了一个九杀，那么这个射手先扬这里已经完全没有用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牌，所以把射手先扬丢掉盯上他，这一轮再来进行输出。我觉得一旦把你打进步区了，你再想回到这个飞步区的话就比较难了，对吧？那这个样的话，每回合你也就是离死就是时间问题了。我们每回合砍那一刀，他很快就会死了。毕竟他现在想打我们是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的，他根本打不动我们。那么这个火攻也是回来自己多过一点牌嘛。那么这个拆也是留在手里面，万一他来个装备，我们可以用来拆他。五福龙现在刚好可以去拆他手牌，然后去砍他一刀，这样就打死了三个不区，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就说我们打不过你啊，是吧？所以这一局看到黄二英这个铁锁连环的这个很大的这么一个伤害，虽然我们前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失误，但是由于过牌实在太大了，错过了火攻，我们也不会错过我们的九雷杀，还是完成了清零场。这局可以说是一个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一打七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一个独苗，然后几乎所有人都死于我们的刀下，这个组合的爆发确实很恐怖呀。那么最后一局呢，我们看一下别人家的黄二英是个什么发挥。这局的话，选将光有这个大小诸葛和姜维，那么肯定是这个卧龙姜维是最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人说，哎呀，这个师徒什么国战最强单挑，但你仅仅是单挑强而已，对不对？我们这个组合的综合能力比你这个师徒还是强太多了。你说八二局的时候，这个师徒跟一个单姜维的区别大吗？不是很大，就是多了空城外，对不对？那么这里亮出一个真姬啊，决斗一下九杀，特别的刺激。那么我们这个手牌还是不错的啊，有加一码挺好的。好，那我们回合铁锁连环换一下。这个时候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来个人王盾，这个人王盾我们就不得不装了，因为这个人王盾留手里面肯定是不合适，我们要留两杀一闪这样的组合嘛。但是你人王盾如果丢掉的话，就太明显了，就是一个卧龙了。这个除了卧龙，应该不会有第二个武将，就是宁愿丢人王盾都不装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王盾还是装上吧。反正我觉得这个人王盾也是个好东西，装上也没什么坏处，对不对？然后这边突然就亮出个陆运孙尚香，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觉得自己能打全身剑吗？顺我们顺呗，把加一码送过去。既然不顺我人王盾啊，不想多过牌吗？对，这个孙尚香过了一堆牌，然后真姬牌又满了，这女神之战呢，好像也没什么用。好，那么这里开个南蛮入侵，哎，这个身份就不太好输了。实际上，我感觉你这个南蛮入侵反而有点飞位了，因为我感觉你这个南蛮入侵就是冲着人家真姬来的，是不是？你看，那么这里出一个邓艾，俨然一副开团的样子，这还是个三连动，感觉还挺可怕的呢。但是说实话，只要这个陆俊孙尚香不死就没有问题，而
好吧，这边出来个队友，果然用庞麦斗。那我觉得这两大恐怖的 BOSS 在面前，只要你们没有曹丕，我觉得这个魏国说实话成不了气候的啊。那么看这个月英这一轮的爆发如何？我们应该什么好牌也拿不到，哎，能拿到好牌，那我们可以拿个五六剑，对吧？那么这里一个铁索连环，那可能过了啊。不过还好，这个时候的魏国应该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那么这里估计就偷他们两个了，改个判。那时间月英这里由于距离魏国更近，哎，好吧，魏国还是选择打孙尚香。是的，确实是这样。只要这个魏国有距离，肯定还是会愿意打孙尚香的，因为陆逊孙尚香回合快，秋没有防御嘛。而这个庞统有个涅槃的人，相信是没有人愿意打的。而且我相信，在多数玩家的心中，陆逊孙尚香的强度一定是高过这个月英庞统的，对吧？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不说。但是在很多人心中，哎，这个陆逊孙尚香强度就是比他高，哎，他觉得陆逊孙尚香特别可怕，所以要先杀他。当然，这个局的话，我觉得你先杀陆逊孙尚香也确实是合情合理的，毕竟他已经神装了。而且他这里好杀嘛，对不对？所以打他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也，而他们打他更加印证了我们运营强庞统的一个强度，对不对？人家不愿意打你，这本身也是一个强度啊，在国战中，是吧？因为这是一个防御上的强度。绿色双枪，他们杀他纯粹是因为他的回合内能力很强，而他的防御力很弱。而你要评判综合的强度上来讲，肯定我们这个防御力更好的运营庞统还是要略强一筹。那么我们这里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因为我觉得魏国就交给这两个人去解决就好了。那么这个陆逊孙尚香把他给勒住，当然这个勒住的作用也不会太大。那他继续的夺势，夺来夺去自己都没装备了，还有距离吗？你得杀一刀最起码。这个感觉不妙啊，没有装备了，所以你看。夺半天把自己牌夺没了，一点伤都打不出来。那么这里也是一个飞位了啊。那么看看月英这一局有没有什么发挥呢？现在三个魏国都只有一张牌，加上这个真姬只有一滴血，我觉得你现在是有机会打死人的啊。这个南梦若清，当然是个九，可不巧啊。那么能打死真姬也不错，但是国家这里能摸两张牌呀、啊，所以很有可能摸到杀，对吧？那这个真姬你看，哎，还不错，真姬没有闪，但是真姬有一个九，那又给这个补一堆牌，又把这帮人牌补下来了。而且这个邓艾是五张田，非常非常可怕的。这里就希望郭嘉这里，哎，再给火攻，还要救的吗？邓艾救自己，那你如果救自己的话，这个真姬能救回来吗？我不信你还要逃死，对吧？哎，那就把真姬打死了。所以运营庞统这又是一己之力把这个魏国打崩了。当然还警报还没有解除，因为这个邓艾的五张田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于是又出来一个男男，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可怕了。何愁不破敌，早晚要还的。那么我们这里我觉得还是没有出来的必要，这里出来就是找打，而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这边魏国应该会优先打这个绿运孙尚香的，所以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啊。那么邓艾这里这个乐能改吗？不错，司马懿这里没有红桃，那这样就好说，邓艾基本上这里就带着这六个田含恨离去了。那么这里决斗，你看不挠了，去打陆逊孙尚香也挺好，替我们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那我觉得这一轮只要这哥们儿不要做出什么大事，我们就可以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这会儿一个决斗，关师傅装上一个杀，是有机会打死这些人的啊。好，我们上家这里什么事都没做，好，到我们先关心。哪怕只有一线，那么无中生有肯定要拿，对不对？我想拿个桃子。好，开个无中。好，接下来该怎么打？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们慢慢说。两个魏国，首先我们这里为什么亮将？这黄英还质问我为什么亮将？亮将当然是为了给你进优势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一轮是能够打死这两个魏国的，然后跟这么一个残血的人和一个这个人最难挑。我觉得凭我们两个的排杀能力，面对多数的组合，二打二是不成问题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两个人各有一张牌，都有可能是桃是九，而我们姜维呢，只有一次挑衅的机会。请问你该去搞谁呢？我们这个决斗和杀都是很重要的，而这个桃子冠师傅冠师傅要装，桃子也要留着，所以你说用这个牌去一人火攻一下我也不大敢。那么假设我们不用火攻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打会比较保险呢？那么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想，两个人手里都有一个九，意味着我们待会儿打哪个人，这个桃如果都有桃子的话，这个桃子必然可以用一下。如果是桃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是一个酒呢，你希望这个酒是谁用？我们肯定希望是邓艾用酒，而不是郭嘉用酒，因为邓艾用了酒没有副作用，而郭嘉一旦用了这个酒，他就能摸很多牌，徒增变数。所以我们这里希望郭嘉手里一定不能有任何酒桃的，所以我们挑衅郭嘉，然后呢，然后杀邓艾，对不对？然后就不能杀郭嘉，杀郭嘉万一邓艾是个桃子怎么办？我们挑衅完郭嘉，杀邓艾，即使邓艾把自己救了回来，我们再去决斗他。也不用担心说这里会有什么副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挑衅郭嘉。快滚回去！
叫你主将出来。当然了，你也可以用闪去，火攻灯啊会更好，因为这三张牌是必须的，这个闪不是必须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如果先火攻下灯啊，我们就知道应该去杀他，而不是决斗他了。当然了，有这个我们怀疑有这个雾风灯在的话，我觉得包括杀人也能摸牌，所以摸到一个杀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是吧？那我们再一刀还是可以把司马懿打死，然后呢前方高能莫名其妙就赢了啊。所以这一局呢主要还是这个月英的发挥，几乎是一己之力打崩大卫，尤其是这个陆逊孙尚香跟他一比，我觉得都是相形见绌，对吧？因为陆逊孙尚香过了很多牌，却没有对魏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对魏国真正造成毁灭性打击都是我们月英打的。再就是我们最后的时候亮将就怎么考虑挑衅谁，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值得去讨论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一局的主要的几个看点。好的，那么本期呢我们主要就是结合这个 PPT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月英庞统这个组合，确实这个组合我觉得是蜀国应该说是最强的组合，因为它毕竟是蜀国进攻端和防御端的两大核心最强的两个人的这么一个强强联手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要内容，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录像给我们投稿，我们的投稿邮箱是4道奇@yahoo.com，那么我们的 QQ 群6383536742，微信公众号4道奇SCS，都欢迎大家关注，好吧？这就是本期服部4道奇三国杀的主要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